今天的这款性感的小圆裙妆容能用到的眼影颜色有白色、裸色、咖啡色和黑色。我们首先要刻画上眼影，选用一个裸色的眼影，涂于整个眼窝处。接着选用深咖啡色的眼影，涂于双眼皮褶皱处。渐渐地向上晕染，然后选用一个黑色的眼影，涂于睫毛根部。这里我们要用一支晕染刷，把眼睛外围的眼影晕染一下。这样晕染出来的眼影才特别的自然。最后我们用白色的眼影在眉骨处进行提亮，这样上眼影就刻画好了。下面我们用咖啡色的眼影涂于后眼尾三分之一处来刻画下眼影。第三个步骤，我们要用眼线液画一条比较自然的眼线，一定要贴着睫毛的根部来刻画。我是从眼睛中间的部分来刻画的，先画眼尾。然后再从眼头处与中间相连接，画的可以略粗一点。同时也要把下眼线刻画上，这个步骤我们要把睫毛夹卷翘，贴一副自然型的假睫毛。选用的是一款自然型的假睫毛，要对睫毛进行修剪。涂胶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等它干几秒钟之后再去粘贴，这样才最牢固。一定要紧贴着睫毛根部来粘，
然后用睫毛膏对真假睫毛进行一个融合。同时下睫毛也要刻画上。这样一只眼睛就刻画好了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明显的对比变化呢？下面我们用相同的手法来打造另一只眼睛。这样一款秋季性感的小烟熏妆容就打造完成了，喜欢的朋友赶快去尝试吧。